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yc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有很多投资客呢，老是问我找25万以下的投资房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看两个20万左右的样板房。这个户型是一层的小户型，1585平方英尺，三房两卫两车库，价格是218990。休斯顿目前的独栋是非常火爆的，一方面由于疫情，大家都需要更多的空间，另外一个方面是超低的利率，所以刺激了房市的疯涨。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，现在样板房并不是随到随时能参观的，建议来之前要做预约，否则有可能吃闭门羹哦。由于疫情造成了原材料的大量短缺，原材料价格上涨很快，所以开发商基本上都是价格随时变动的。目前这个价位在 K 挺南是很难找到了，周边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十几个小区正在开工。小区靠近10号和99号高速公路，到亚洲城和 KT Mall 只有10来分钟，到中国城25分钟左右。物业费是500一年，税率是 3.66%， 如果是自住的话是 2.88%。 这个小区还可以接受 USDA loan， 这个 loan 只要是年收入不超过9万的话，可以进行零首付。这个区域的收租还是不错的，基本上都能租在1块以上。提供升级包，升级包也不贵，如果是花9617的升级包的价格的话，就可以拥有像样板房一样的标准。这个小区总共是330户人家，如果用开发商推荐的贷款公司的话，可以 cover 2000的 closing cost。 小区环境优美，有两个比较大的人工湖，围绕着人工湖有比较大面积的公共绿地，有儿童游乐场。今天的户型就参观到这，怎么样？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。喜欢的话，请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